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难得团聚，金大哥跟丽姐姐比划一下，让我们看看。啊，兰儿妹妹，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出丑吗？我这一年哪有机会拿剑啊？都已经有点生疏了。师妹，不要紧，我们就玩以前那套自创剑法。要是你忘了，我提醒你。金大哥，你现在武功这么强，你可得让个丽姐姐，要不然你把眼睛蒙上吧。这怎么成呢？这不就成了我要欺负我师兄了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也蒙上眼睛。好啊，要不就用这条丝巾吧。我一看到这条丝巾，就能够想起以前很多事。师妹，你离开之后，我才明白为何你曾说多希望能够隐姓埋名，不问江湖，浮生乱世，我们都不可能只为自己夺货。师兄，只愿丽儿不会误你前程。我不在乎，如今无论是剑谱还是功名，与我都比不上你来的重要。师兄，你和我都已不是当初的静儿和丽儿了。丽姐姐，是我割舍不下的一道伤，怒漫长，心追逐他到远方，可谁将谁先忘？自甘心，我竟看不穿，空落泪被牵绊。青姑娘，你刚才说的话本官一个字都不信。大人，青儿，青儿句句属实，青儿不服。哦，不服？好啊，那本官今天就让你服。来人，大人饶命，动刑。大人饶命，青儿冤枉。李夫人到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啊，敏夫人，您怎么来永巷了？中常侍大人，这永巷属于秦宫范围之内，本宫可没有逃出秦宫啊，不是吗？啊，是。你们这是在虐待后宫的小宫人吗？这……来人呐，把青姑娘给我放下来！快，放下来！是，放下。本官也是奉大王之命，调查丽夫人出宫一案。调查？本宫倒觉得，更像是寻求吧。青姑娘嘴硬得很。本官也是被逼无奈，不得不。赵高，这事情还蒙昧不明，你若不分青红皂白就用此大刑，倘若丽夫人是受人挟持，又或是被人冤枉，待大王回宫之后，大人就不怕大王怪罪吗？这大王现在正在回宫的路上，倘若中常侍大人
不想因此而失宠，本宫劝你还是就此罢手。诺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诺。青儿，米夫人，青儿，谢谢米夫人相救。青儿，大王现在正在回宫的路上，如果丽夫人一直下落不明，本宫实在担心你还是要受苦的呀。米夫人，青儿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夫人在哪儿啊。哎，青儿。大师兄，这儿。消息怎么样了？听说吕不韦引鸩自尽了，是真的吗？应该假不了，消息传得很快，洛阳那边已经乱成一片了，说是怕到时候秦王反目，连坐降罪，很多人像逃难似的离开洛阳。吕不韦势大财多，各国又争着邀请他入相，他为何要自寻死路呀？听洛阳来的人说，秦王像是给了他一书密令，要他自洗蜀地，那之后他便绝望自尽了。我在想，那毒酒也许根本就是秦王所赐。秦王这个人刻薄寡恩，吕不韦再怎么好名夺利，毕竟为秦国犬马一生，竟能说杀便杀，真是令人齿寒。是啊，我也听说过秦王对待敌人特别残忍，不分老弱妇孺都痛下毒手。师妹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就我对嬴政的了解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虽说他对自己的身世和出身感到非常无奈和痛苦，但吕不韦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，嬴政对他还是存有一念之人的。看来传言都是真的，吕不韦他真的是……即便如此，嬴政囊杀亲弟弟是事实，一个连亲弟弟都杀的人，杀自己的父亲有什么稀奇呢？那两个弟弟其实是赵后与面首嫪毐私情所生之子，他们跟嬴政真的没有一起生活过，只是嬴政从小就被赵太后和吕不韦摆布，华阳祖太后更是一个富有心机之人，嬴政从小身边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心待他，他也没有可以自己完全信任的人。看来在嬴政身边一年多，你比谁都了解他。师弟，师妹她只是陈述她宫中所见，外面市井流言那么多，势必会夸大其词，如此而已。不管怎么说，吕不韦也回不到秦国了，这对六国的安定来说，未尝不是件好事呢，对吧？是我多言了，如若你们不想听我刚才说的，那便当作什么都没听到吧。本来大家都是好好出来吃顿饭的，这气氛被我给搅了，实在是对不住。没有，丽姐姐，你别多想了，你不是喜欢吃这儿的菜吗？多吃点，来。谢谢你啊，葛兰妹妹。
护卫丽夫人寝宫的人是谁？属下在。去，把剑捡起来。属下，遵旨。你拿给寡人做什么？寡人是要你用这把剑自行了断。小人，小人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饶命啊！你要是再不动手，寡人就杀你三亲七族。大王，动手！但护卫丽夫人不当，还敢当众违抗寡人的命令，将他的家人全部杀掉，拖下去。来人，在在。赵高。啊，微臣在。把剑捡起来。大王饶命啊！微臣自知其罪，但是微臣斗胆，为了丽夫人一事，微臣已带领宫人在后宫搜查，并日夜拷问这些剑兵，至今尚无任何线索。但是请大王一定相信微臣。微臣亦是心急如焚，肺腑俱焦。若臣死，能让丽夫人归来，臣万死不辞。别废话，把剑捡起来。诸臣斗胆，中常侍掌管王宫内务，这几日微臣不在宫中，他便是唯一人证，若是此时将他处死，恐怕更加难找到丽夫人了。李仲说的确有道理，寡人今天就饶你一命。若是找不回丽夫人，把你人头给我！谢大王开恩，臣一定戴罪立功，让丽夫人平安归来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没跟金大哥在一起吗？因为我许久也没有见到兰儿，想跟你一起叙叙旧啊。他们俩脚步快，三步两步就一起走了，那兰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兰儿妹妹，这几年跟着葛大侠一起游历各国，也见过不少英雄好汉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少侠可以赢得了妹妹的芳心。姐姐怎么突然问这个？
所谓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长姐如母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当然要关心你一下了。我就没想过要嫁人。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没想过要嫁人呢？难道妹妹心里有心上人了？我兰儿，有什么话你但说无妨，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最亲密的妹妹，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。兰儿就算有心上人，他心里有没有我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我能常常陪在他身边，看着他，照顾他就够了。因为我知道这辈子他注定是要跟别人在一起的，所以我只希望他幸福快乐，我就满足了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那丽姐姐当初为了保护金大哥进秦宫，在旁人看来也很傻，但是我明白，真的。呀，兔子！兰儿，你放心，你这么喜欢京师兄，姐姐不会让你一辈子等下去的。师弟，师妹在宫里处处受人监视，无法畅所欲言。昨日言语，不过是一时抒发罢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就是觉得他和之前不太一样了，他不像之前那么开朗，心里似乎有事瞒着我。我也不知道，虽然他回来了，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安。丽儿在宫里这一年多经历了很多事，自然不可能像之前那样。入秦宫一年，他就忘记濮阳的国仇家恨了吗？在胤禛身边待一年，他就不再将他当成暴君了吗？我怎么都无法理解。丽儿有她的苦衷，我相信时机到了，她会告诉你的。她有什么苦衷？金大哥、韩大哥，看，我猎到了一只兔子。兰儿姑娘不仅功夫好，狩猎也很在行。还行吧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找个地方生火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废物，蠢货，一天了还没找到。大王，今日午后蒙将军已率1000精兵至秦魏边境300里范围探寻，五百虎贲军也在咸阳各个村落民宅进行搜查，一有消息会立刻有人回宫向大王禀报。寡人不信李夫人是那种抛下孩子的母亲，她在宫内忍辱负重，日夜须臾不离，都是为了天明，她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，要不就是有人掳走了她。她若擅自离宫，一定是个意外，才没将天明带走。李仲，臣在。你派人日夜看管奶娘和公子，所有出入奶娘房的人都必须是你的亲信侍卫盘查。诺。秦王宫戒备森严，寡人不认为他是私自出宫的，若是他办得到，一年前他就逃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，是有人暗中协助丽夫人出宫。而且这个人也极有可能是宫中的人。
我们能团聚真好，这世间最美好的事就不过如此了吧。兰儿妹妹，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俩结拜为姐妹那一天的情景啊？当然记得了，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与我年纪相仿、志趣相同的姐妹，我开心得不得了。我也是啊，我从小就跟我师兄们一起生活，好不容易遇到像你这样可爱又聪明的妹妹，我也觉得非常幸运。妹妹，你可不能忘记我呀。说什么呢，我们从此以后不分离，想忘都忘不掉呢。只要想念对方，抬头看看天，我们望着的是同一轮明月，我相信月亮会把无尽的思念都带给对方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收到谢人传来的飞鸽，咸阳那边已经派兵出城搜索了。这么说，此处离秦卫边境不远，追兵应该很快就会追过来，我们得尽快离开此地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太行山上躲一躲吧。我爹在那儿有一个练功小屋，麻雀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。这个时节，太行山特别美，我还可以打点野味给你们尝尝，你们觉得如何？这个主意不错，藏在山腹之中，吃喝都靠山林，不需要在市集上露面。亮秦军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找不着我们，既可避难，又可游玩，听起来有如仙境。师妹，你觉得呢？我就不去了。姐姐要是不喜欢去那儿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换个地方。莉亚，你在顾虑什么？我要回咸阳。啊？好不容易出来，为什么要回去啊？莉亚，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重聚，你现在居然说要回去。有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们，我为嬴政生了一个孩子。师妹。大师兄。你说什么？我儿子他叫天明，身为他娘，我必须要回到秦宫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们。嬴政，嬴政他对你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！你不能杀他，他是我孩子他爹，孩子不能没有爹。所以你现在是嬴政的女人，你处处替他着想是不是？难怪你一直替他说话，处处维护着他。难道你忘记我们的血海深仇，忘了师父要我们拯救天下苍生的希望吗？我没有忘，爷爷的遗言我都没有忘。只是丽儿不孝，今生今世都无法完成爷爷的遗愿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金大哥。你们保重。师弟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李姐姐，你别走啊！李姐姐，李姐姐，李姐姐，你为什么非要回秦宫啊？为了我的孩子，为了师兄，
我不得不走。我不懂，就算是秦王的孩子，那我们可以把他接出来啊。金大哥，他会接纳的，我也可以帮你一起照顾他呀。兰儿，你有你的命运，我有我的。记住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我们抬头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明月，不是吗？我不让你走，丽姐姐，有什么难处你说呀，我们都可以解决。你说呀，有什么难处？兰儿，姐姐走了。像我说的，勇敢的去爱，不要顾虑太多。姐姐永远都希望你幸福，答应我好吗？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我想的这样，是怎样？你说到底怎么样？我，你们一直在骗我，给了我绝望，又给我希望，还给我希望，又给我绝望，你们都在骗我。师弟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去把师妹追回来。为什么要骗他？其实我出宫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要回宫的打算。什么？如果我们现在逃跑，嬴政他一定会追杀我们到天涯海角。以大秦现在的势力，做到这一点绝对不难。可是我的孩子天明，他要一辈子隐姓埋名，藏身度日。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，对一个无辜的孩子来说，不是太残忍了吗？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那，你打算瞒着师弟一辈子吗？天明可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以京师兄的性情，如若知道他自己的亲生骨肉还在秦宫，他一定会把自己命搭进去，也要把孩子救出来。你我又非常清楚，外人想要潜入秦宫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，更何况是要救出一个孩子。可是如果我们把他拦住的话，见不到自己的孩子，岂不是让他生不如死？可如今他误会你了，这所有的苦都是你一个人担着。一个人担着也好过我把所有人都搭进去。大师兄，其实我这次得以出宫，我也看明白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兰儿姑娘她非常喜欢京师兄。兰儿姑娘她自小就和葛聂大侠一起云游四海，性格豁达开朗，善解人意。如若她能够跟京师兄在一起，可以助他通达剑谱，精炼修行，这样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
而且京师兄现在的目标是要去完成爷爷的期望，如果他知道天明的存在，只会令他更加担心，只会成为他的牵绊。大师兄，答应我，绝对不要让京师兄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师妹，我以为带你出宫是件好事，没想到却让你更痛苦。不瞒你说，我知道兰儿姑娘喜欢京师弟，可是我以为，我以为这就是某些人的命运。苦苦爱慕着一个人，即便得不到他的回应也没关系，只要能够静静地守护在他身边就足够。若是后宫之中有人协助丽夫人出宫，那么此时这个人也应不在宫中。老孟，在，你去查一查内宫少府和后宫之中近几日有谁在告假。是大人。哦对了，小白，卫尉和侍卫队也一并彻查。明白。哼，这个丽夫人之前坏了我们的好事，要趁这个机会给他一点教训。我们走。我独自回宫了，相信嬴政不会伤害我，请大师兄永远都别回宫。若有心，待我照看京师兄，足矣。勿念力。哀家未曾想到文信侯竟是如此气短之人，我大楚以相国令尹相邀，他不为所动，这大王帛书一封，他便羞愧自尽。这一步哀家实在没有算到。大王昭告天下，凡与文信侯来往之门客皆需离寝，之前受文信侯庇护恩泽而得以彰权显贵之人，如今已经惶惶不可终日。吕不韦倾其一生搭建的绵密人脉可说是完全断了，当务之急是我们得在秦国朝局另谋亲信，
方能保住我们大楚的最大利益。嗯。哎，左相昌平君呢？孙袭记得他不是出身楚国米家熊氏，为先楚王的公子吗？昌平君，自小出生于秦，仕于秦，虽说是楚王后人，却对我们楚国没有半分情感。哀家来秦这么多年，他从未与哀家论过任何楚风旧事，他不是我们可以拉拢的人。嗯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新上位的廷尉李斯如何？我在任命令上看过他是楚人。李斯？李斯曾为文信侯的门客，自上谏逐客书给大王以后备受信赖。既然文信侯回不来了，那就从这个李斯下手吧。孙熙明白，会派人先行打探。嗯。他是怎么对你的？他没有待我不好。栗良人又深得大王恩宠，今晚大王又来栗良人宫里了。我要回咸阳。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重聚，你现在居然说要回去？我为嬴政生了一个孩子。我要杀了他！你不能杀他，他是我孩子他爹，孩子不能没有爹。所以你现在是嬴政的女人，你处处替他着想，是不是？金大哥，我知道眼下说什么也安慰不了你，但我觉得丽姐姐牺牲自己进秦宫，又排除万难出宫跟我们见面，她一定是有苦衷的，没办法跟我们说。无论她有什么苦衷都不重要，她没有选择我，而是选择回到秦王身边。是。只是这个决定对我而言已经够了。韩大哥，师弟，金大哥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丽儿让我来照看你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要你们照看。师弟，不管你怎么想，丽儿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不相信，若她真如你所说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，她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难道我和秦王相比，他可以信赖秦王吗？难道他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大师兄，你入秦宫一年多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保护师妹吗？什么意思？报！禀报大王，丽夫人回来了。别过来，都别动手。凤仪，大王有令，不能对丽夫人施行。你紧张什么呢？我凤仪又没将咱们大秦的那套肉刑拿出来吓唬人，不过是奉了华阳祖太后之命来给丽夫人教教后宫的规矩。大王，罪犯含身待到。你们两个其中有一个人在说话，是谁？
说，到底是谁在说谎？好，既然这样，寡人就当是夫人骗了。如今韩侍卫就以挟持后宫嫔妃为罪。来人，臣在。把夫人关进后宫禁闭，没有寡人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遵命。站住！大人有何事？夫人睡了吗？夫人已经睡下了。你走吧。离别隔着一个相对，千年等一回，千山万水眺望你的娇美，让心越依美。遥遥天黑，脚步追，一线思尘，一日的夜。等到世纪末岁，山川成灰，容颜的枯萎，留下爱在世间不断的轮回。看透熄灭伤悲，百转千回，生死梦相随，走遍天地与你永飞。只无言却醉，再没个底，就已经历经的暗示，巨大风吹，人间纷纷扰扰，刀剑无绝。天地与你永。